Hey, this option you have to start and click it. 今晚继续光阴店的 Lone Dark 漫漫长夜，这是一款生存类型的游戏。今天继续我们第59天的生存日子。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玩这款游戏了。上个礼拜因为回去过年，所以没有拍这款游戏。如果你没有看到这类的资讯的话，就代表你可能没有 follow 我的 Facebook 或者是我的 Twitter 之类的。你可以去 follow 这类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讯息 update。那我想要啊，我好像口渴了，对不对？我看一下哦，我的水嘞。啊！我在过年前是不是说水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我过完年之后，突然觉得水好重要，我还是带一点水在身上好了。我们带个2公升的水，也差不多是两公斤啦。那我们就带在身上。我今天想要下山去，可是我不想要往原本的路走。然后另外有 Bob 跟阿森讲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这个你看，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我还记得有 Bob 跟阿森讲说，这个柜子我没有把它打开。对，所以我现在把它打开，一些油哎，助燃剂、火柴可以要，火柴还可以，好多火柴哦，超多火柴的，助燃剂也一大堆。可是我带这么多助燃剂干嘛？助燃剂多重啊？0.1公斤，其实还蛮重的。我现在身上是35公斤，我要怎么拿到上面这个箱子啊？超难拿哎。我是不是曾经在很久很久之前跟宝们说，我要用非常狂妄的方式下山，就是从山上直接跳下去？我觉得过完年，我不能就这样子把去年跟你们约定好的事情就这样子当成北茶，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直接今天要直接从山上走下去，那一样要带着我们的熊皮睡袋，这样子几公斤啊？38可以。我们家在那个方向啦，可以吗？不行，我一定要这么做。好啦，那我们就带了所有的东西，我们就可以下山去了。哦，下面有人欸。Hello， 你怎么在这下面啊？它是跌下来的，是不是？欸，是欸。哦，一颗子弹，野战口粮，不错不错。带好多东西下山了。嗯，哦，92，这其实很高欸。这里是，哇，这里是机舱欸，我要怎么下去啊 ？Oh my gosh！我们站在那个方向，对不对？好，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前进哦。哇，这个它有在动，是不是？好恐怖哦！好，那我们要用非常安全的方式下山哦。我觉得从这个地方下去应该会很安全，可是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到那里？好，来咯，靠我的技巧了。人家是拿绳子攀岩，对不对？我现在是按键盘攀岩。哦，这里感觉比较安全。可以耶，我是第一个从大野狼山下山的男人吗？这样子下山，超帅的啦，超酷啊！哦，哇，反正我现在止痛药一大堆，对不对？我是一个嗑止痛药下山的男人。哇，我们要朝这个地方走，对不对？没有记错的话，往这个方向走，我们不会就可以这样子下山吧？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人生记录呢？是不是家的方向应该在那里？哇，什么山都难不倒我，这种山也不例外。什么大野狼山，什么野狼山，我照样下去给你看。我这有点高。哦哦，哈哈，阿神作死中哦。哎，我觉得我下来嘞。等一下，我真的下来了。哎，我下来了啦，宝们！我下来了吗？还是还没？还是还太浅了吗？还太浅是不是？那我继续下山。我要上到哪里去啊？我记得是要朝这个方向走的。来看一下我们的体力，嗯，都还蛮充足的。我就直接这样子跳下来，哎，这样子我们探索完，哇，这样子我们探索完这个区域之后，我们是不是？其实对这张地图也差不多了，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我没有去过，像是迷幻谷里面那一条路，还有我们之前爬山爬上去看到的那一条路，我们都没有去看过，哎，对不对？而且我想一下哦，今天是礼拜一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哎，那我们开学第一天感觉怎么样？有时候放假放太久啊，都会觉得很闲闲无事做，对不对？我就会有这种状况，就是。哎，突然有一天就是好想同学，殊不知自己已经毕业了，有一种哀伤的 feel。不过，明天对你们来说应该是明天是礼拜二，对不对？我要跟我的室友
用的好室友，他刚好排班有排开，然后就是阿贤啊，不知道鲍门认不认识，而是鲍门应该认识阿贤是谁，因为之前我在宿舍的时候，你们应该有听过这一号人物，对，就跟阿贤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室友叫做贤柱，我们要一起去看，回到家嘞，我们要一起去看史事鼠数，鲍门有看过那个鼠数的那个吗？鼠数的那个台语版本的那个预告，哎呦，哎，我就这样子下山了，太神奇了！我会看到主角一直往下跳，哎，超勇的啊！就是这样子下山，前面有一头狼，对不对？我可是从大野狼山一口气下来的男人，哎，一头狼算什么啊？哎，我突然发现爬山很辛苦，下山回熊 easy， 结果我真的做到了。刚刚在影片前面几个有几个 Bob 认为我会从上面摔死摔下来的，突然有一点自豪呢。我们那边还有点香蒲草，对不对？过去那个地方把香蒲草采起来好了，还是那只是一般的草？那应该只是一般的草而已。来吧，我已经是成为传奇的男人了，看到我你也该怕了吧？没有，他不怕。来喽。Man， 好啦，我记得不久前好像也有一只狼死在同一个位置，对不对？然后我还把它的内脏丢出来。那香蒲草在这个地方，前面有一头鹿，我们把子弹换进去，然后回家把自愿整理整理。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迷魂阵啊？可是我今天才花了不到一个小时下山呢，好快哦！为什么上山我花了两天吗？两集？还是三级，两级，我花了两级上山，然后我只花了大概几分钟，五分钟吗？我那个应该就是大野狼山，我刚刚好像是在上面。哎，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找回。还记得我们曾经在那个机舱上面射了一颗子弹下来吗？我们有办法找回来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哇！这个东西可以赶走鹿吗？还是它有杀伤力吗？应该是没有杀伤力。对，可是它可以射这么远，代表它其实被射到应该也会很痛，对不对？应该是不会有人拿这个东西射人啦，应该是不会有。我们回家了，超快，超级迅速。这样子我有找到大部分的东西了吗？我看一下，我现在好像才多少啊？我的 73% 离我的 80% 还有一段距离耶，怎么办？不行，我还要去迷魂阵里面走走看，总觉得里面还有东西。打开，然后我的这些东西应该都晒干了吧？52、72，还没晒干。他这时候 BGM 想起来有一种我回来的感觉啊。So sweet， 我们把东西稍微收一收。哇，真的很多东西耶，这边都有一些干燥的东西啦，我们可以收一收。我们今天先把身上的东西整理，要穿新衣，毕竟刚过完年就是要穿新衣，所以我们把衣服修好之后剩下的再说。可是我没有干燥的内脏，我是要怎么修啊？对不对？对啊，我想说可以修一下的说，结果没有干燥内脏，好像有一个是收在仓孔里面吗？那是啊，这里找到了，我有一个可以勉强修一下，那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够修。我们先把身上的一些物品收一收，我已经太久没有玩了，我已经不会收东西了。这个是要放进去是不是？老人胡的通通塞进去，然后这个是干掉的了，已经40了，那想一下，这个不要放在里面，有哪些不会坏掉的啊？这些都不会坏掉啊。好烦躁哦，这边的收纳空间好小哦，没有其他地啊，还有一个小抽屉可以收纳，5公斤，才5公斤，一些食物好了，食物比较重要，对，食物比较重要。嘿，也满了，我们来吃个野战口粮。话说过年啊，我回去南投还有就是高雄住了一阵子，那我想一下哦。在南投的时候，我发现南投的水，我不是很喜欢南投的水。南投的水有点涩涩的，就是，鲍们知道，就是用
我自己在家里洗澡是用肥皂，可是有些人喜欢用沐浴乳啊之类的东西，可是我自己喜欢用肥皂。然后我在南投用肥皂的时候，都觉得肥皂不会滑，就是摸起来就是会有一种怎么讲，下不下，你知道那个台语下不下的意思吗？就是涩涩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摸起来不好摸，不是滑的，对。等一下，我该怎么把东西整理整理？有些东西要拿出来，然后台北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哎呦，好多东西都快坏了，台北就不太会有这个问题。这个我要拿起来修吗？五 C， 我们先修个，先修个兔皮好了，先修个兔皮，然后这其实可以放在地上，这个针线包，不然放在那里面，其实一个也0.1公斤，加一加也蛮重的。放在上面，我们工具台上面都堆满的东西耶。好，我们稍微把我们的兔皮手套给修补修补，一次可以补 30%， 可是要花一个干内脏，我们好像需要干内脏，对不对？会需要这么多吗？好像如果要穿新衣的话，会需要这么多耶。看一下，一个、两个，然后三个、四个，有四个吗？一二三四，也够耶，五个，所以这边其实够。那些兔皮狼皮就通通丢地上了，欸，超多，真的超级多啦。这个也干了吗？还没。我家被皮铺满欸。我可不可以出门的时候好多皮哦、喔。超多皮，好恐怖，这好像什么屠宰场之类的。有许我高中 boy 啦。那看一下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要整理，我记得带了一大堆东西上来。火柴盒也会坏，所以火柴盒也通通放进去，让那个叫做什么啊，有强迫症的爆门不会，就是头不会这么痛。有些人觉得我身上带很多东西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之后乖乖带一些东西在身上就好了。带个啊，转移全部，还有什么东西要放在这里的吗？嗯，放不进去了。食物，看一下哦。工具栏，我已经好久没玩这款游戏，已经快忘记这款游戏怎么玩了、欸。食物 ，OK， 药物，其实还好齁，我在路上都还是有做取舍的。30公斤，现在时间还有10个小时，是不是该出去啊？是不是该出去啊？阿神一直问着自己。是啊，我们该出去。好啦，我们前往迷幻谷的熊皮睡袋带在身上，所以才会30几公斤这么重。我好像没有探索过迷幻谷，对不对？然后我带个咖啡，我们今天用跑的跑过去。对，今天用跑的跑过去。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还可以再放下的？是不用，是没有必要带出去的、啊。应该是有，再检查一下哦。记得我之前可以把它清得更轻啊，为什么这次却没有办法？看一下哦，水、饮料我们可以喝掉啦，补充一下卡路里。然后医疗用品吗？不是，我是什么东西很重？这个是必要的，子弹，对，子弹可以放在外面吧，放下全部，一盒子弹放上来。然后枪有了，我没有带弓，然后。钢锯是需要，这个可能也需要带着，可是比较少用到。这个放下，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个有讯号弹有需要吗？我们可以试试看。那这些子弹全部放下好了，这个也放下，放下。好，这样子清了2公斤出来，好多好多小零件在地上哦。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富有了，什么东西都有。好，我们今天要前往迷幻谷，然后我看不到我的手，真的很神奇，一把枪浮在空中。如果可以看到手的话，其实应该也不会很好看啦。我不是说回去要拿咖啡吗？太有效了吧！真是没有2分钟马上忘掉。不用用这种逼真的告诉我没有拿咖啡啦，生气。这样够多了吧？超多欸。好，带这么多咖啡应该够。我们再喝一罐，再上路。饮用，喝啉，哎、欸，可是我的卡路里不够高哎、欸，只能喝一半，好，没关系，哦，是太高了，不是不够高，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用跑的，好快哦，就是这样子啦，冲啊，前往迷幻谷，哇，
哦，刚 BGM 哦，小兔兔，拜拜。话说，听说那把枪可以吓走熊，对不对？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哎，看是不是可以真的可以吓走熊。我还没有看过熊落荒而逃的样子，真的是蛮想看看的。这附近好像会有一头熊，对不对？没记错的话，我之前就有看过，那边有一只狼。我要的是熊，现在狼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我要让熊知道谁才是这里的王者。熊呢？哎，还是鹿？你好，跑走了。迷幻谷是往这里走吗？貌似是哎，他只是跳的姿势有点，怎么讲，诡异吗？他的后脚太前面了，对不对？他的动画的后脚，好像这里是迷幻谷哎，这里下去，好，我们从这里下去喽，冲啊！哦，下坡这样子跑，哦，我就说下坡这样子跑感觉怪怪的，没关系。我什么不会，嗑药最会了。我看一下要怎么嗑药，来这样子，嗯，喝甲，高喝甲。哎，等一下，为什么是我身上为什么有取暖钟？我刚喝的咖啡是热咖啡吗？哎，豹们为什么会有那个取暖钟吃热食的这个效果啊？哎，我看我吃什么东西是热热的吗？哎，这里是哪里？哦，我有来过这里吗，豹？下山看看哦。哈哈哈哈，我最近都在做愚蠢的事情。可是平常过得太安逸了。对不对啊，赞哦。哈哈哈。结果我发现我下大野狼山的时候，灰狼山的时候没有扭到手，反倒是在这里扭到手哎。对不对？我有来过吗？那边有一头狼，好像有哎，好像有来过。来啊，没惊啊，是不是？哇！什么？啊？是体力的关系吗？为什么？为什么刚刚准心飘这么大？哎，啊！我刚刚一边移动啦，我后退的时候准心会向下哦。哎，我看一下哦，哎，其实没事哎，没逮鸡。我看一下刚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说我发生什么事吗？日志，手扭伤，没有哎。衣服，我的衣服嘞？看一下哦，没有，他没有咬破我衣服啊。刚刚只是损血而已啦，还好还好，没有什么大碍。居然又被狼咬，我玩了玩了快60级了，到现在还是不会射狼。不会射狼，不会不会攻击狼，来过吗？哎，来过，我来过这个地方，这是哪里呀？哎，我之前真的有来过这里吗？啊，迷幻谷下来这里对吧？上面没记错的话，洞窟是洞窟吗？它会通往另外一座山上的洞窟，好像是哎，是对不对？检查一下哦。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里，是吗？哎，是这里。可是我走上面走过吗？对，这里是洞窟。我之前直接走右啊，我想起来，我之前直接右转，那我没有走过这条，对不对？对，印象中我没有上来过。那我们这一次走这一条试试看，这面有很多山谷的地方，有时候走着走着都会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真的完全不知道。迷失方向感，幸好我还记得我现在人在哪，我还算蛮厉害的，我居然还知道自己人在有山洞的地方。现在那个地方上去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探索的那一座山上，可是那座山上已经没有东西。不过听说，那座山上的，我之前不是有爬到一个山顶上吗？有一个 Bob 跟阿森讲说山顶上有个尸体，你没有看到？嗯，我觉得还好啦，对，一个尸体而已，对不对？欸，我没有来过这里欸。我今天可以引火吗？好像可以，可以吗？看一下哦，我有打火棒，有这个。哦，没有木材，我们需要找一些木材，不然，哎，前面有东西哎，洞窟，这是新地方，哎，是新地方哎，前面有东西哦。哇，这里的回音，哇，这洞窟好大哦，可以继续往前走哎，有两条路，又有两条路了，人生真的是一大堆一大堆交叉路口。
我看一下哦，一点油，一个百分之百的火把，然后我正要木头就有木头，我是许愿池对不对？哪一个可以烧比较久？松柏吗？看一下哦，忘记哪个可以烧比较久嘞。松柏可以烧，冷杉可以烧一个小时三十分钟，松柏是一个小时。好，那就带个冷杉在身上就好了，不然其实也有点重哎。松柏放下，然后我们可以喝个咖啡，咕噜咕噜，把咖啡喝完哦，还可以再喝一杯，灌两杯，灌两杯，因为我咖啡好多。刚刚那杯只有59对不对？看一下哦，体力还不错。小箱子、时代吸排气水、能量棒，更多的食物了。睡袋不需要，萤火 OK。左转还右转啊？左转好了，好不好？我们往左走。其实我发现这游戏啊，就是如果你摔伤或是受伤的时候，它的音它的声音背景音乐会突然断掉了，大概零点几秒钟，那时候你就知道你自己快受伤了。我在猜，澳门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上面那边一定有，那个，对，那个石头，山下没有办法绑，对不对？后面会有东西吗？所以这里爬上去是哪里啊？山下没东西。好，所以这边其实有另外一条路可以爬上去，只是我不知道怎么上去。应该是我之前有经过，一定有经过上面。然后我没有找到那颗石头，那种石头，外面突然刮风嘞，看一下，里面是6度，还好，起雾了吧？外面起大雾哎，这样不是很优对不对？还是我们稍微小睡一下，现在在这里3度，应该还好，在山洞里面，毕竟有人。也曾经有人在这个地方睡过嘛，对不对？那我们就用我们的睡袋睡在这里，睡个2个小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只有69，把体力养回来一些。睡，我才刚喝完咖啡耶，浪费了，消失了，也不算浪费啦，比起迷路，74，好了，雾散掉了，我时间抓得刚刚好哎，再喝一杯咖啡。咖啡狂人，真的是咖啡狂人哎！走，这里出来是哪里啊？我现在人还在迷幻谷里面啊。不是迷幻谷，刚刚是不是这一集从头到尾都在讲迷幻谷啊？回音谷啦，迷幻谷。刚前面我到底在讲什么、啊？这里是哪里啊？果然这张地图还有我没看过的地方，爬上去看一下。上得去吗？回音谷，纠正。哦，这里可以下去吗？我会不会到一些就是根本就不可能到的地方啊？然后就迷路了。我知道那里是哪里，那里是死路，所以这样子过去，应该会有一个。每个地方都长得好像哦，每个地方都是我以为是的地方。这里可以过去，对不对？可以。可是我对这里比较好奇，我们走这个地方，看看这条路会带我们去哪。今天可以疯狂的跑步了，因为我们体力还不错，而且咖啡也蛮多的。做这么多咖啡就是要拿来这样子消耗，快速的探索地图，快速的跨越地图跟地图之间。这里我觉得有比那个还大哎，比欢乐谷。我觉得它比欢乐谷还大，前面又是一个山洞这个山洞我没有来过，我确定那边有东西，我们晚点再去那里好了。我们先进去这个山洞，这里是哪里啊？真的已经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了。我们进去这个山洞看一下好了，也许会带我们去它就只是一个洞窟，它有名字吗？没有，它就只是一个可以让我避难的地方。没有名字啊！这块石头是不是需要喊个芝麻开门？不行，这块石头让我想到神话。神话里面有一段很后面了，一小川在那个石头前面不停的挖，怎么挖都挖不开。好了，那我们就只好继续往前跑，体力还不错，继续跑。所以就只是一个很大的洞窟，不能够进去的那一种。我还以为是可以进去的呢，
有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可以探索呢？我现在应该已经74了吧？对，74。我们今天有经过了一个也算是洞窟的地方。这是什么？我现在都不会需要这些啦，我已经几千年没有拿弓了。又是小兔子。这里一路走到底会走到哪里去啊？另外一座山吗？另外一个景点吗？其实这里也不像山谷里面了，有点走出来的感觉了，对不对？就像是人生一样，就今年为什么一开始突然变得这么老啊？完全没影响，都没有什么地标是可以让我看了，就觉得哦，现在人是在这里，没有，这里一个完全是，等一下。等一下下，等一下下下下下下，这里是我们爬那个山过来的地方啊，爬山过来，一路走到灰狼山，我还记得我在这块木头上面跑来跑去，一模一样的路。我懂了，还记得我之前在来这座山的时候，我一直说我要沿着右边走，我不要沿着左边走。我们刚刚是从……等一下，这脚印是我的吗？这脚印是我的。我们刚刚是从这附近过来的，对不对？对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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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像是所以我又重新走回了大野狼山、大灰狼山的地方。那这边往前走应该会有一个飞机的残骸，对不对？在一个山丘上会有一个飞机残骸，然后我说那边有一个很像洞窟的东西，是我们刚刚进去的那个洞窟吗？是吗？好多问号啊。还是我说很像洞窟的东西是这个是洞窟吗？不行，过去确认一下。不是，这不是洞窟，只是一块岩石而已。对，它只是一块岩石而已。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所以这边如果继续一直往前走的话，我们就会走到飞机残骸。那这样子我就记起来了。所以如果从回音谷那个地方绕来绕去，就会绕来这里的话，对，我要先看到那个飞机残骸，我才对啦，有啦，看到了，那边有绳子。然后我现在需要再灌一杯咖啡。我们今天还要再爬上去吗？上面好像有一个我曾经说过好像有洞穴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爬上去的话，绕到左边应该是会有另外一个可以架绳子的地方。对，应该会有另外一个可以架绳子的地方。如果我们架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从那个地方抄近路、抄近路、抄近路，直接到山上去。这样子的推论有没有正确？是吗？我们会有这么多绳子吗？我们好像也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绳子，对不对？对啊，我们要养一下体力，不然我们没有办法爬上去。对，这个地方好像没有休息的地方，这里没有休息的地方，养一下体力啊！现在有一半，休息一下。我可以这样子爬吗？体力还只有一半，我坐下会不会好一点啊？还是我躺下休息个一个小时？还有五个小时不要不要不要休息，还好啦，这里应该没有那么高，我们逆着爬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好不好？他把我变正了，他把我变正了。等一下，没有问题吗？可以可以可以啦。差一点，可以的，只差一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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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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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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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吓死了！嗨，没事，帮我们不用担心。外面现在6度，我睡个一个小时在外面好了，应该不会有事吧？
睡袋，休息个一个小时。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往前走。对啦，我完全知道这里是哪里了，而且起风了，休息一个小时什么的，真是一个好主意。哎，还好哎，再灌一杯咖啡啊。咖啡狂人，我需要新称号。不错不错，我们又可以继续用跑的、哦。我们那时候是沿着右边走，对不对？我们试试看走左边好了。我没记错的话，对，飞机残骸在那里，看到了吗？所以走左边的话，这里应该是还会有东西咯，可以架绳子的地方，应该是要有才对。我们这次往左边走吗？可是右边好像有洞窟哎，时间还早，还早吧，剩三个小时，我们可以稍微再晃一下，至少我们知道我们人在哪。这下去还有路哎，这里下去是哪里啊？走走看咯。对，果然完全连接在一起了，我发现我的方向感好好哦。哇，哎呦，不用担心，我们什么不多，药最多。我看一下我现在的药品剩四颗，还可以再让我摔两次，摔了就好，摔了就好。对，前面是洞窟，然后这是那个奇怪的石头，所以这里就可以抄近路，我就不需要绕刚刚那么一大圈，可以直接从这个地方走上来，完全了解 this。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检查我们没有检查到的洞窟，然后把这里的第二层探索得更干净，把，因为我们第二层是直接直攻野狼山，对不对？我们没有看得很干净，所以我们这一次要做二次地毯式搜索。毕竟我们的资源还蛮多的，带了一大堆野战口粮在身上，水资源是蛮少的，但是还好我们可以煮水，所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之前看到那个洞窟在哪？右边吗？我记得应该是在这附近啊。看一下下哦，每个地方都长得很像，我怎么不记得右边是有一块这个地方？前面那是路是不是？对，是一头路。好，我们今天往这个地方走，我们今天往这个地方走，看一下这个小洞窟有什么东西。我记得上一次是直直往前走，对不对？对，上一次是直直往前走，那今天就看看这里咯。毕竟有路在这个地方，就代表这边有路哦。野鹿空地，我又发现新的地方嘞，所以这里一定有鹿吗？嗨，你好，这是你家是不是？我刚好看到你们家的门牌哦。我来的时候他会提醒我说这里是野鹿空地，前面有一个洞穴，我们就在洞穴休息一下好了，今晚就住在那里了。这是怎样？啊！只是想给我一个拥抱，我的食指为什么按下去了？啊！我在做什么？按下去的那一瞬间，连我都没有办法接受。哎，我刚刚看到的洞窟在哪里啊？是这里吗？啊，这不是洞窟啊！哎，这是吗？哎，这不是？哎，这是吗？好像只是一个。哎，这不是洞窟哎，太令我失望了。啊！情绪马上回来，一秒转变。上去看看好了，也许它是洞窟，也许不是。我现在越来越爬它的奇怪的路了。我不知道这种奇怪的路走久了就开始会走了。有没有我们上来了？这真的是一个洞窟哎，可是我觉得我下去之后会卡在里面，然后这个系列就结束了，对不对？我们还是不要这么做好了。不过这里适合我们睡觉。Alright， 我觉得我们补一下，我看一下哦，状态很好哎，好到一个不行。这大概没有几个玩家玩这款游戏，我走到这个地方来吧。哦，我做了什么？闭起眼。为什么？他只是想给我一个拥抱。为什么我要这么做？谴责我吧，他们在底下留言谴责我吧。
喝点水。不知道今天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很漂亮吗？嗯，还蛮漂亮的。好像啊，我不想看到那个画面。退回来。有点饿，把这个吃掉。哇，还有这么多卡路里，吃好饱啊！天啊，直接把它吃一吃。这个也快坏掉了，把它喝掉。我这样会不会肚子痛啊？感觉会、欸，哎、欸，没有，不会。喝甲。哎、欸，香蒲草不会剩下哎、欸，它会吃到完哎、欸。哎、欸，这倒是新发现。好了，这集 episode 差不多跟到这喽。希望宝宝们会喜欢这集 episode。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在左下角个喜欢，在左上角个订阅，全女频道有时跟整片动态。哦，我得到了一个成就哎、欸，叫做 Beneath a Starry Sky。是在万里无云，就是天气那叫什么亮亮的星空下活了一整个晚上吗？我不知道，哎、欸，有一个成就刚刚跳出来了。